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宠物争霸。今天我们放了一些水果蔬菜，看到了吗？小熊出来觅食了，它今天总算出来了。之前一直都是它爸爸把食物搬到窝里，今天呢，它们自己上来探索这个新世界了。这样子看上去是不是比较漂亮，有这种秋天的感觉？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也放了落叶。然后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，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寒冷，这些仓鼠怎么过冬啊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方法，我在这个中间夹了一个，这个叫加温垫，夹了这个加温垫以后啊，就这个旁边这个缸壁啊，非常暖和，就跟那个东北的那个暖炕墙一样，这面玻璃全都是发烫的，它们在生活在这个窝里眼里面全是很暖和的，就跟我们房间打了暖气的效果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金丝熊，它们发现了好吃的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啊，看看它们怎么吃东西。小金丝熊的颊囊可能比较小，然后它们也装不了多少食物，直接就在这啃起来了。放一点这个落叶的话，它们躲在这个叶子下面会觉得比较安全。如果上面空荡荡的，它们上来就会觉得没安全感，它们就不喜欢上来。这个落叶是我今天下午刚捡的，下午刚放的。所以大家在养金丝熊的时候，多给它们放一些遮蔽物，让它们隐私的空间多一些，它们会觉得比较放松，比较自在。比较放松的情况下，它们就不容易和别人打架了。一些养在笼子里的金丝熊啊，经常很容易打架，就是因为它们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这个神经是绷着的。然后其他的仓鼠过来，它们就会很紧张，一过来它们就吱吱叫，就开始打架了，对吧？像这种环境的话，它们就比较放松。所以呢，不容易打架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宠物争霸。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这边的土被挖空了，好像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把他们这两只小仓鼠给赶出来了。这个窝里面只有这两只小仓鼠，里面啥东西都没有，就两只小仓鼠住在这里。它的爸爸妈妈呢是住在这下面的，现在它们两个单独出来住在这儿了。它们俩现在之前是11月27号出生的，然后今天的话应该一个月差3天，一个月差2天，差不多一个月了，它们就已经独立出来了，赶出来了。今天是8月25号，圣诞节啊。视频是今天刚拍的，然后有些网友说想看我之前的仓鼠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住着两只仓鼠，这俩仓鼠呢还是挺好的，不怎么打架。这只坚果，这里还有只小白。还有一只公婆鼠呢，被我单独饲养的另外一个缸里。这边是公婆鼠，被我放到这个缸里了。那两个仓鼠好像经常很容易跟它打架，把它们分开养。你看，住在这里面，打架的话还是尽量不要放在一起养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两只小金丝熊吧。感觉住在这挺可怜的，这里可能比较凉，这旁边的话有那个暖炕墙，这边比较暖和，这里比较冷。
我到时候要不再给他们做一个木屋子吧，长大了的确是需要单独来住了，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。在这里不停的舔钢壁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口渴吗？我这上面有水壶，不知道它会不会用啊？难怪这个钢壁这么干净，你看这边就很脏，这边被它舔了以后就很干净。之前这个地方没有被土填掉的时候也是很干净的，可能是被他们舔得干干净净的。我才去厨房扔了一片这个生菜，现在他们在吃生菜了，生菜水分可能比较多一点，能缓解一下他们口渴的状况。这个水壶可能他们是没有学会怎么用，不会喝水。好吧，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